冷了啊！我这是最不好弄的，吃点生蚝补补。刚刚剥好了一个，你看我的手有点反光，都是冻疮。哎，天妈呀！看见冬天就够。昨天太忙了，都没有时间拍段子。这还是我姑到我家，我让她帮我刷了几个生蚝。天天一天，不知道，感觉这一天都不够用的。这生蚝，哎呦，估计是我姑挑了几个大的。前两天发的给客户发的生蚝比较小，但是很肥，那种跟这种品种不一样。哎，等把，哎呦，胖那把，哎呦，你家开口不行啊？嗯。以前开口起不行，你觉得开口不起劲？哎呀，是的，你看，看这个肥不肥？呀，有点反光呀，怎么办呢？我的天哪，这个给你吃吧，看没看到这肥不肥？那胖的，哎喂，你起吧，起吧，这吃吧。你把底什么？还有这汤，嗯，哎呀，真鲜。也有大也有小，但是都肥，特别肥。我们这边要零下十度多一点的话，我们就受不了，太冷了，空调开不惯。然后真的都这么肥，特别肥。嗯，你熬上一边冻呢，先弄开口的。哇塞，今天来的这批货真是 very 无敌的。一个机器啊，七八，我这个车都服了。这是我姑给我挑了几个大的，我说你给我刷几个栗子，生蚝我要拍视频，他就给我挑了几个大的。正常的话也有大有小，不过今天来的生蚝比较大。干嘛哎？不行。回来了，太肥了，你太鲜了，我得挑开口的好，不，要不然，哎呀，谢谢啊，哎呀啊，我们这边就问，哎呀妈妈，这个带泥啊，这是个假货，你看这个边上煎了一个小的，你吃不吃？很鲜很鲜喽，吃不吃啊？吃，吃不吃？不计算，谢，不计，白吃。好不好吃？那，哎呀 ，sweet！ 哎妈呀，哎呦，这个更肥啊！嗯，你吃不吃啊？还是不吃？太鲜了，嗯。两个九，十斤包邮啊，乳酸。纯乳山生蚝，来，你要吃啊？我剥一个，你等一下啊。哎呀妈呀，怎么办？好熟哦。